下面我们来演示601钢架第二阶段加装 ISOFIX 连接带的视频。我们先把5.4安全带拆掉，按住这个按钮，把肩带撑出来，然后把座椅倒下，将手伸进去，把当垫那边的日行铁片竖着从当垫孔穿出，这样把扣取下来。退垫，然后将这个肩带上肩带取下，将这个横杆取下来，将肩带拿下来。为了方便，我们不把这个下肩带取下来。第二阶段的601不需要用其他安全带去安装，我们用这个 FIX 连接带来加固一下它。拿出这个看，从扶手下方。然后收紧，拿着宝宝坐上来，头套可以根据宝宝的身高来调节，拉住这个拉环上下就可以调节，然后将轻的安全带拉长，将上肩带通过头套下方的导槽，腹带通过扶手下方一起插到肌肉安全带下方里面，然后收紧，按照先腹带后肩带的顺序去把它收紧，然后23第二阶段就安装好了。